三、二、一，启动。是的，2024金台青年生活节现在正式启动。这一次是我第二次参加这次两岸的青年的峰会，那每一次参加的感觉都不一同。第一次参加在快要即将进入深冬的时候，然后第二次参加就是在炎热的夏天。那每一次的参与，我们都觉得特别有新意，因为每一次来的那个组织都是不同的，包含这一次青年的峰会有许多学习的方向。那我当然是希望更多的台湾青年可以来到北京祖国大陆来感受一下这种活泼跟气氛，祝福这一次青年峰会顺利圆满成功。